说吧，我时间有限。律师是不是你最喜欢的职业？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回答问题。是。那菊若呢？是不是你最喜欢的人？是还是不是？这个问题，回答 yes or no 都有问题。 恕不回答。有些人没有吃过什么苦头，碰到什么事儿只会垂头丧气。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看着你这样一个大男人，第二次为一个女人伤心成这样，虽然这一次表面上改变了，可是你的内心并没有改变，你变得更加脆弱了。 这真的让我很感动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喜欢过一个男孩，他健康、活泼，充满着活力。 这几年里，我有几万次的机会告诉他我喜欢他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说出口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说了，也许我们会有发展的可能，当然也可能没有。但是，是我自己。 放弃了这几万次的机会，小林，你已经猜到了，就是你。 你还记得吗？你那时候在大学时，你告诉我你要追你的女友，你来和我彻夜倾谈，当时我的心就已经被你撕成两半了。听见没有？抬头看看我。 不要这副表情好不好？你听好了，我不是在向你表达什么爱情，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只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故事而已。好了，我要回去工作了。你呢？回去好好休息吧。 喂，彭远，杨雪，哎，杨雪，太巧了，好久不见啊！我正好有事找你呢。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俩的婚期啊已经定下来了，我们能想起你这位老师啊来当我们的伴郎。
那祝贺你啊，但是我恐怕没有时间。哎，你可一定要争取啊，咱们可是患难与共啊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是杨雪，你叫她一定要争取啊。人家没时间，干嘛非要？再说你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杨雪是最合适的人选了，跟大家又熟，你叫她一定要争取啊。是的，查理，他就是你爸爸。你好吗，你好。哦，没事儿，如果没时间就算了。他还不太懂事。你找我有事儿吗？没事，物业要交管理费了，我告诉你一声。嗯，我都快认不出你。再见。你怎么连伴郎的事提都不提啊？杨雪肯定会误会的，以为你不愿意。彼此都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干嘛非要强迫他？嗯，太好玩了，我原来怎么都不知道啊。还要喝吗？不喝了。你这样不难受吗？要不要试试？我就算了吧。试一下嘛，很舒服的，现在又没什么人。来，给你个肩膀，快。真的很舒服。其实鞋子对脚是一种禁锢，脱掉鞋子才可以享受真正的轻松。我已经习惯了被禁锢，我指的是思想。那就试着去打破它。那你呢？你真的就这样跟孙启伟结束了？有的时候，人喜欢煎熬自己，忍耐自己并不喜欢忍耐的东西，好像这样就会更快乐。还记得上次你问我的问题吗？你问我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？最想要的生活，该是心里的第一个感觉吧，而不是经过仔细思考获得的一个结果。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，这样的生活一定会很快乐。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，可是后来我发现，生活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。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，不要再为我担心了。在这里工作真的很愉快。谢谢你。哎，我跟你讲过了，这批东西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要的。那那么急，没办法赶呀。那明天客户要要，你说怎么办吧？
哎，贺小姐，出去啊。小丽，来。你爱我吗？我爱你啊。你爱我吗？我爱你啊。你爱我吗？我爱你啊。喂，是我，我想见你。为什么我总是能在他身上发现让我的灵魂窒息的东西呢？让我不敢再轻易地说出我爱他。这种满含着希望的绝望，让我的胸口一阵阵的绞痛。为什么现在我看着他的时候，想起的全是像在天堂里一样的时光？那些曾经占据过我内心的对他的怨恨，怎么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？人的记忆是个快乐的过滤器吗？真的想留住这个瞬间，一生一世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爱情是永恒的了，因为瞬间就是永恒。我走了，去一个能让我找到方向的地方。你说的对，人要先找到心，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不用担心我，不要问我，
你知道的，人生中有一些旅行，你终究得一个人上路。哎呀，原来是书上的客人呢！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是不是又闻到了我们的葡萄酒香？啊，请吧。芷若啊，后天就是婚礼了，你今天也该回家去住了，要不然不吉利的。你送他回去吧。好好，明天就别过来了。在家再好好享受一天做姑娘的日子，往后啊就变成媳妇儿了。喜欢幻想，是非分明，但是极富正义感。喜欢看大型综艺性娱乐节目的人，乐观开朗，心地善良，这种人可是不会记仇的。喜欢看体育节目的人，竞争心极强，喜欢接受挑战，压力越大表现越好。我哥是这个二和四，二呢是你是一个喜欢幻想，是非分明，菊若极富正义感的人，菊若真的蛮像的。四呢就是静。哎，吃好午饭就犯困，大概是昨天晚上累着了。不结婚了。什么？不结婚了。说就完了吧。对不起。婚礼就在后天，你又要后悔吗？现在说是晚了点儿，但是也比不说要好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承认，我以前是对你不够细心，可我在改啊。我爱上了别人，我不能骗你一辈子。喂。喂。菊若。你在哪里？你等一下。
恭喜你怀孕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，哦，现在正好有空，我想把以前的专业捡起来。嗯，喝茶，妈。哎，那你打算出去工作？这样待着不好，总是会胡思乱想。真没想到，我们觉得，我们以为好的就是对你们好。结果弄来弄去，你和佳琴都不好。妈，现在我们两个都很好啊。这件事情对我和你爸爸震动太大了，我们给你的压力太大了，弄得你们有什么事情也不敢告诉我们。其实还是我自己的原因，所以以后我们都不再多说了。可你自己一定要想好，婚姻不是儿戏，郑中也不是坏人，我看能挽救就挽救。不过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和你爸都会支持你。谢谢妈。嗯，妈妈真的这么说吗？是啊。那好啊，这样你就再也不用有什么顾虑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我怀孕了。真的吗？你跟妈妈说了吗？还没有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要这个孩子。我不觉得他会影响我未来的生活。好啊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，我会支持你的。谢谢你，佳琴。我们晚一点再通电话，你自己一个人小心点啊。好，拜拜。再见。我过去一直期盼的就是不平凡的爱情，为了爱情，我可以抛弃一切，甚至是我的生命。幸运的是，上天赐给过我这样的爱情。但是，经历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情之后，在耗尽了我所有的爱与恨之后，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过去追求的是对还是错。对我来说，重要的仅仅是爱在云端上的那个瞬间吗？还是应该他在坚实的土地上，在这个奇妙的瞬间，我突然发现自己真的迷失了。谁都会说我爱你。
杨雪，哎，彭远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杨雪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了，大惊小怪的？菊若要跟我退婚了。为什么？他说，他爱上别人了。那种生活不只是无聊，无聊有的时候会变成空虚的野兽，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。每次去他家里，我的脚步就特别的沉重，好像我的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还要挤出一点笑容去面对一群和我毫不相干的人。杨雪说的对，我是在撒谎。对不起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总是我在向你倾诉，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。杨雪已经告诉我，说你曾经……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下去了。没想到他的嘴这么快。你说过，你不愿意向别人发泄你内心的痛苦，你也不愿意干涉别人的事情。可是你还说过，是好朋友，就要彼此了解彼此的内心。可是我现在对你却一无所知，这不公平，所以，我们不是好朋友。可我现在，不是已经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小秘密都告诉你们了吗？你可千万不要学我，错过了，就再也追不回来了。我知道。我已经开始决定要追求我想要的生活了。刚回来，对，进来坐会儿吧。好。有事儿吗？听说你退婚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彭远告诉我的。他说你爱上了别人。这是我的决定。我怎么会碰到像菊若这样的女人？她表面柔顺，其实心里那么有主意。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说取消就取消。是菊若重要还是婚礼重要？现在谁都不重要了。其实你一直都没有搞清楚事情的关键。菊若他根本就没有爱过你。他以前是爱我的，只不过现在爱上了别人。以前他以为他爱你，可是爱情这种东西是要讲缘分的。如果两人不能在一起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你以为只有你运气这么差？
我以前爱上过一个人，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他，可是我们却有缘无分。现在说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心里的滋味，有谁能明白？根据我的经验，心再痛，都会过去的。当两个相爱的人相互遗忘，天圆地满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些多余的人受到伤害。可惜，我们就是这些多余的人。不过，我想不会永远都这样，运气一定会垂青我们的。画画不是用手，而是用心。哎，你来了。哎，老师好。小丽。你好。你好。要不你们俩聊吧。画得好吗？像吗？你画得很好，画得也很像。没有你的照片像。可是你画得比我的照片漂亮。你什么时候带我出去画画啊？等你好了。我现在就好了。哎，笑啊！你怎么不笑啊？笑啊！哎，小兔子，我快看到天池了。我看到天池，我就给你打电话啊。啊，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啊！哇，我看到天池了，蓝幽幽的一片，你看到了吧？美不美啊？我很想你呀，我的小兔子。哎，当然了，哎，你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喂，信号不好啊，我待会儿给你打吧。爬山是为了看风景，你这样低头走路会错过很多惊喜的。我已经看你半天了，漂亮女孩总是逃不开我的视线范围的。一起走吧，你在我身边我会更加有力量的。你很奇怪，竟会一个人出来旅游。一个人更自由，可以走走停停。可是你不寂寞吗？寂寞是可以忍受的。你很有勇气啊，我可不行，我随时需要爱情的滋润，要不然老子就更快了。你不相信吗？现在年轻人啊，竟然不敢相信爱情的力量。小兔子的是谁？你猜。是你家人。是我爱人。这么新奇干什么呀？爱情是没有年龄之分的嘛，对我来说不需要家人，只要有爱人就可以了。您太奇怪了。哎，咱们赶紧走吧，说不准可以看到海市蜃楼呢。走。快抬起你的手臂吧，快呀。闭上你的眼睛，
感觉到了吗？我们在飞。世界上有两种悲剧，一种是得不到所想要的，另一种是得到了。我们全都一无所有，有些人得意仰望星星。这是王尔德说的，所以我们没必要去计较过去的所谓得与失啊。人生永远要学会用宽容的心胸原谅自己在不成熟的时候所犯的错误，还要原谅陷害你的人。没有过去的沧桑，哪有今天的风华？所谓永远，其实就是现在的积累。每一次的付出，得来的就是无怨无悔。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因为在我面前，看上去你是一只迷途的小羔羊。如果我没有小兔子的话，此时此刻我肯定要爱上你这小羔羊的。王老板，侄儿怎么这么高兴，突然请我吃饭啊？谢谢你，张总，你把股权那么便宜的转让给我。什么？你把你太太名下的股权按原价卖给我，不会是什么投资转移吧？你太太来了。王总，您好。你好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些事情要跟我丈夫谈。好。怎么回事？你把股票卖给他了？对。你这样做什么意思？他的公司处于上升期，你把股票原价卖出。那些股票可都是在我的名下。你全卖了？对。现在你不再控股了。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我手上现在还有公司的10%股份，而且还不包括下边的一些小公司。我想这些你还记得吧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只想要离婚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可以把这些股份卖给别人，也可以把他们送给别人。这是律师事务所的地址，希望你能准时到。如果你同意，就请签字。我不签。贺小姐提出的条件都符合法律，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法院只能判夫妻财产各占一半，那样你的损失就会更大。咱没必要闹成这样吧，啊？再说你父母也不会同意啊。据我了解，贺小姐的父母支持离婚，因为他们知道你曾经无数次殴打过贺小姐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贺小姐准备以殴妻的罪名起诉你。
好了，你看，画好了。嗯，挺像的。不像，这是记忆中的你，不是现在的你。你现在都没这样笑过。佳琴呢？他去哪里了？怎么好久都没有看到他？嗯？啊？